大家好，我是施老师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源软件 Blender。Blender 是一款免费开源而且轻量级的三维软件，小巧精悍，只有300多兆。它的建模、雕刻、绑定粒子动力学、动画交互、材质渲染、音频处理、视频剪辑以及运动跟踪、后期合成等等一系列动画短片制作解决方案。Blender 的功能呢足够齐全，拥有强大的 3D 创作工具，独立动画制作短片，这是与其他三维软件最大的区别，并且内置上百种插件。最值得吹嘘的是它的两个渲染引擎，因为是一个质量非常不错的实时渲染器，既可以作为最终渲染输出，也可以作为视图的实时渲染引擎。另外一个渲染引擎 Cyber 渲染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内置光线追踪，渲染的慢一些，但是效果呢更真实，甚至可以达到电影级效果。本期课程一共分为以下几部分，第一部分是 Blender 的基础操作，包括建模砌筑；第二部分呢是从一个角色的建模开始，包括头部建模、头发建模、眼球建模、口腔建模、衣服建模、裤子建模、手建模，之后介绍绑定门皮，最后做动画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，我就介绍到这里。想系统的学习 Blender，就接着看后面的续集。